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一起走过》，我是艾楚怡。从2014年到2019年，有599位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遗骸被从韩国送返祖国安葬。然而，更多的志愿军烈士或将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如今，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士们都已经至少是耄耋之年，跟随着他们远赴朝鲜寻访墓地的脚步，我们再次走进那段历史，走进他们沉甸甸的情感。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已经离开北京，前往平壤。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60周年的这个夏天，8位老兵、1位烈士家属以及他们的儿女，坐上了从北京飞往平壤的飞机。我是个孤儿啊，是吧？朝鲜人民、朝鲜的父老乡，特别是一些阿爸娘、阿妈娘，知道我是个孤儿的时候，都把我当孩子看。60年前，李代相还只是一名17岁的小战士，他所在的部队本是驻守长沙，突然接到北上入朝参战的命令，战士们都没有来得及向亲人道别。我那个连长他也是东北兵，他就讲了，我的父母比你们年纪还大，我这一去抗美援朝说不定我也回不来了，但是现在的国情军情都不允许我们去看自己的家，我们只有去抗美援朝，顾全国家，放弃小家，将来打败了敌人，我们回来再看自己的家也不晚。带着这样朴素的理想，从1950年到1953年间，共有290万中国青年响应祖国召唤，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们当中有10多万人殒命于这场战争，再也未能和家人团聚。被志愿军司令彭德怀盛赞为万岁军的第38军，1953年7月撤出朝鲜时，当初跨过鸭绿江的45000多战士折损近半，其中6772人长眠异国。李代相所在的第47军情况也与之类似。我这次回去就是要回去看看我的老战友，看看和我们并肩作战的朝鲜人民军，看看全力支援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朝鲜的父老乡亲们，看一看我们曾经爬过的、趟过的、睡过的朝鲜那些山山水水。本架飞机大约在20分钟后到达平壤机场。朝鲜的青山绿水已近在眼前，老兵们却越来越沉默。60年后故地重游，他们想要拥抱的不仅是这3000里江山，还有那山水间静眠了60年的老战友。当初10多万志愿军烈士迁回国安葬的只有不到3万人，其余都魂流他乡。在老兵们的心目中，此次访朝最重要的行程就是祭奠英灵。平壤的友谊塔象征着中朝两国军人并肩作战的深厚情谊。塔内常年展示着10本志愿军烈士名册，其中收录了22710名志愿军烈士的名字。抬抬。这样。中国边境纪念馆13名，志愿军烈士是13名个。在名簿里面有180名的参战以上的领导。128名的特等功勋，1等功勋的名字。老兵们都迫不及待地打开名册，希望找到自己熟悉的名字。刘兴文，苗族的，我们一个代表团回来了，回国的。回国的那个苗族就是他，就是他，是吧？我们回国管理代表团，51年。第二次赴朝之后呢？那次赴朝以后，大概就是几个月，2、3个月，听说他是什么？这都是这个有名单的，能够找到的，有实习的，好多人找不到啊！哎呀，看看。
会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是朝鲜现存志愿军烈士陵园中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知名度也最高的一座。陵园位于志愿军司令部旧址旁，陵园里的山道石阶共240级，象征当时统计参战的240万志愿军战士。这里安葬了134位烈士，除3位无名烈士外，每一座坟冢前都立有石碑，而所有的墓旁都种有一株当年从中国移植来的东北黑松。虽然你们的中国客葬他乡，但祖国和人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们。今天我们来了，我们代表祖国人民来了，代表全体志愿军的老战友们来了，代表你们的亲人来了，来祭奠你们，看望你们。战友的眼泪，亲人的呼唤，都已融进这巍巍青山之间，追寻那已失去60年的英魂。老妈，你还记不记得我父亲啥样啊？我爹，记得。都啥样啊？我没看着过，你告诉我。个身子大，身子高不点。嗯。我琢磨说，你大耳朵大鼻子，随你爸。你爸上面唇子高。啊，比上层的高。嗯，眼睛你不太大，手脚心也大。嗯，现在手也大，脚也大。刘忠庆的父亲名叫刘进恩，生前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50师449团3营的副指导员。从政府颁发的烈士证上，刘忠庆知道父亲是1951年2月在抗美援朝战争第4次战役中牺牲的，而父亲的尸骨却至今下落不明。我现在手里头只有父亲一张照片，什么都没有。小的时候啊，我从站在门口往那个镇上往我们家去那个大道那个西边，我总在那望。小的时候我不敢跟大人说，我总望过这个穿黄衣服的，我查了一下，这个是不是就是我父亲的？妈，你现在你想他吗？那我早想。我到现在我还这么盼，我现在不一定就不一定就没了。不一定那个牺牲，牺牲，牺牲还行，就我就这么寻思的，像做梦似的。还盼着你。刘忠庆的母亲吴雅琴，如今已年过90，60年来，她用自己单薄的肩膀支撑起整个家，一辈子一晃而过。她还记得最后一次看见丈夫。是部队开拔奔赴朝鲜的前夕，那是一个冬天，她和公公去延吉探望丈夫，因为天太冷，就没有带上还从未见过父亲的刘忠庆。你爹说的，你别抱了，抱这里是冷啊。我说我去抱你看看，也没看着。嗯。那你没说让他回来吗？咋不说呀？说他咋说呀？他咋不回来呢？就是我坐跟前了，他就写啥呢？我坐跟前我就哭，说我呀，你别着急，革命成功啊，我就回家了。
我父亲牺牲的时候，我爷爷奶奶都已经六十多岁了。等到我上小学初中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这边还有，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家那时候就是家里一米都没有，最开始有点粮食，然后又蒸一点饭，赶到后来就是吃菜吃糠，用那个菜叶子煮粥，放点糠。我母亲都是吃稀的，把干的捞给两个老人。刘忠庆心疼母亲，母亲的青春，母亲的坚韧，让他每每想起都唏嘘不已。他想尽快找到父亲的遗骨，以报亲恩。随着自己越来越老去，这种感觉，这种想法就越来越强烈。如果这一生不能找到父亲，牺牲在哪，埋在哪，不能把他背回家，让他魂归故里，我就枉为人子了。这张草图是根据那个抗联朝的资料手绘的这么一张，表示这个五十军，特别是幺五零师，在第四次战役当中的经过。我现在判定老爷子就应该是牺牲在这一带了。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成立了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在朝鲜建起了8处志愿军中心烈士陵园，分别位于会仓、云山、驾川、长津湖、开城、上甘岭、金城以及兴安州。有人估算，除去这8大陵园，朝鲜还修建了62处志愿军墓地，共有243个烈士合葬墓。而这些墓地，单坟者少，合葬者多，有名有姓的墓碑少，无名烈士的墓碑多。不少志愿军烈士家属千辛万苦来到朝鲜，也只能摇拜亲灵。入朝之后，每个战士的衣服上都要写上姓名，都要写上部别，也写上血型。但我们的战士大部分是逃杀或者飞机轰炸的时候，不是说真正面对面的枪声，几乎比例是不大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有时候往往这衣服啊，它没了，这个尸体你搞不清楚这是谁了。还有的时候呢，就是临时埋葬了，埋葬的很浅，经过雨季之后，有的就腐烂了。有时候你这个衣服上呢所提供的这个烈士的信息，几乎是没有。战争让很多家庭破碎。10余万留在朝鲜的烈士背后，是10余万个难以圆梦的家。吉林长春的刘家如此，陕西西安的康家也有一样的伤痛。俺小时候，俺家里有一盒子照片，我爸的照片。我有时候没事干，我就小孩嘛，我就翻着玩，我就拿照片问俺妈，这是谁呀？其实那时候好像也好朦胧中也知道，就是我就是我爸，但是我故意问一下。我妈有时候就好像在那就很伤心啊，就在那就掉了就哭了。康明的父亲康志忠生前是志愿军第一军7师19团的团长。1953年6月26日，在夏季反击战役第三阶段的战斗中牺牲。但是4年后，康家得到通知，康志忠的遗骸将不会运回祖国。我也不知道等了多长时间啊，一直等到57年，不停地问着，57年以后，那个市政治部又来了一封信，信里面就第二页这样写，说是志忠同志仍然在朝鲜安葬在蒋元道铁原梭子152坟墓1号。
因为我是四月份的生，四月四号的生日嘛，就是我满刚好是两岁。我妈说你让我妈就是你把那个明明的照片给我寄过来。后来那个我那封信上我爸写说是照片收到了，我把它插到那个地图上，我每天都能看到它。2010年，康明的母亲高亚梅去世，母亲生前希望将自己的骨灰撒在黄海上，这样可以遥望丈夫英灵安息的地方。然而康明仍旧期待可以将父亲的骸骨带回家，倘若父母能够合葬，双双入土为安，是他人生最大的愿望。我爷死的时候，对吧，包括我大伯死的时候，还有我东北我一个叔的时候，他们再次都说了，你将来争取一定要把你爸找到弄回来。我爷的爷，我老太爷，我姥姥太爷都在一块儿埋着。朝鲜虽不遥远，但是父亲安葬的铁原郡靠近三八线，不是一个说去就能去的地方。康明苦苦思索着，如何才能离父亲近一些，再近一些。从会仓郡出发，一路向北，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就到了平安南道的边界。平安南道与平安北道以青川江为界，而青川江大桥曾经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最重要的运输通道之一。在战争年代，负责交通运输线的志愿军铁道兵为了保证后续军力补给畅通，日夜奋战，伤亡重大。这个你都预计不到，随时随地可能来遇到空袭，所以你刚刚修好了一个桥墩，马上第二天要砸掉了，所以那是很残酷的，是在五一年这个整个这一年的过程中，那是最残酷的时候。그때당시중국인민지원군들은안주의 철도가전선수송에는매우중요하다는걸알고정말이철도를복구하기위해서필사적으로투쟁했습니다青川江大桥上密密麻麻的弹坑，唤醒了老兵们的回忆。当年，联合国军为了切断志愿军的前线攻击，制定了空中绞杀战计划，意图从空中摧毁志愿军的后方运输线。他们在10个月里共投入1700多架飞机，在朝鲜北部运输线上倾倒了10多万吨炸弹。尽管它是一座桥，可是一旦砸塌以后啊，整个铁路运输就断了，尤其是朝鲜，它就这么一条干线，桥断了以后物资运不过去，前头你再怎么也没办法。安州还是志愿军铁道兵部队指挥所的驻扎地，战争结束后，朝鲜政府在附近的山上修建了这座陵园，集中安葬在北方各地牺牲的志愿军铁道兵烈士。陵园占地2万多平方米，共有12座单人墓和7座合葬墓，安葬烈士1100多名。陵园里巍峨矗立的纪念碑，如同通往天空的轨道，遥遥望向战士们曾为之浴血奋战的青川江。鸭绿江水缓缓流淌，一江之隔，岸这边是中国，岸那边是朝鲜。江上本来有2座桥连接中朝边境。1950年11月8日至14日，美军飞机连番轰炸鸭绿江，江上的公路桥被拦腰炸断，朝鲜一侧的钢梁落入水中，只留下中国一侧的4孔残桥保留至今，人们称为断桥。我第一眼看到断桥的时候，我的心情特别激动，我知道这个断桥就曾经是我父亲走过去走向战场。刘忠庆第一次到断桥是在1994年5月，他听说平壤的友谊塔里有10本志愿军烈士的牺牲名册，他想去看一看，希望能看到父亲的名字。
只是刘忠庆参加的教师旅行团，没有安排去友谊塔的行程。经我一再的恳求，他们表示要研究，一直等到我们都要离开朝鲜的前一天的晚上，导游才通知我，明天在你们离开平壤之前，临时加一项，根据你的要求，到那个平壤友谊塔去祭扫。这个时候呢，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也非常感谢。然而事情仍有波折，友谊塔里的名册只有两本列着团以上干部和一级以上英雄的名册可供游人翻看，这两本名册上没有父亲的名字。刘忠庆提出要翻阅另外八本没有被展出的烈士名册，但是他说呢，这需要一定级别的人才能可以看，而且需要一定部门去批准你才能看。这个翻译过来以后，后来我就非常激动，我说我的父亲命都留在了你朝鲜那块土上，那么现在他的儿子来了，要看看他的名册，这个资格还不够吗？还有什么部门去批准呢？然后他们互相之间，翻译导游之间又说了半天，后来好像是有点默契，然后导游就走，就把我领到那个，又返回到那个塔里边。这个团26个人一起都进去了，一起帮我忙。我同学就老严，哎，他就挺大的声喊，喊我的名字，他说忠庆找到了，就破了三声这么喊。然后过来一看，那样写着刘进恩，吉林双阳，什么小工一次，副指导员，哪个哪个部队。然后我和这个严辉玉我们几个。抱头痛哭，所有在场的人都哭了，包括导游，包括友谊塔里边的管理员，那个小姑娘。这条黄线是三八线，这条白线是军事缓冲区，就是双方任何人不能进入。第二条白线是巡逻线，就是对三八线的巡逻线。当时那个我父亲的那个我爸的那个牺牲的地点在啥地方呢？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康明打开了一扇门。过去的10年间，他埋头于卫星地图，希望飞速发展的高科技可以让他看一看父亲的墓地。能够看，几乎能看见一个小树，对吧？一个房子一个树都能看见。当时我就突然想，我说能够看见房子树，为啥就不能看见一个坟墓呢？对吧？我就让那个政委给我画了一个当时他们打仗的一个地图，就是让他把我父亲牺牲那个阵地那个指挥所的地图给我画出了，凭他记忆印象给我画出来。他就跟我讲解，边讲解边画，临晋江在什么地方，对吧？又一条伊古川河跟临晋江交汇处，南边是就是那个军事分界线，现在一个叫三八线。拿着亲历者画的图，康明在卫星地图上一一比对。三八线往北，临津江与伊古川河交界的三角河套地区，就是父亲的牺牲地，19团指挥所。当年由于战事紧张，加之朝鲜多山多河，交通困难，烈士尸骨无法搬运，很多牺牲的烈士都是就地安葬。康明还在网络上不停地搜索有关志愿军第19团的消息，希望可以找到更多父亲的战友，制造更多有关父亲的信息。当时有一个志愿军战士来信说，他说康团长从坑道里挖出来以后，他亲自盖上那个背单子，对吧？他亲自抬，当时抬的时候还要求是必须是共产党员，对吧？他亲自从坑道里边抬过来以后，抬过那个伊古川河以后，在那个一条公路的旁边，他就放在那里了。所以说这个，因为我父亲那个照片的话，从那个朝鲜寄过来照片里边有一个是木牌子，对吧？上面写着是康志忠烈士之墓，这个木牌子这个墓就是他们第一次临时安葬那个墓。依据这封来信，康明判断，
父亲康志忠的墓是朝鲜战争停战后才从牺牲地迁移至江原道铁原肃宁地区的。他手里还有父亲另一位战友送给他的照片，那是1958年志愿军回国之前战友们前往祭拜时拍摄的。我就问他，我说你去了呀，你肯定知道我爸他们是这些是怎么安照他们坟墓是什么样子怎么拍的。他说当时我们修了一个纪念厅，这个是咱们国内的技术工程人员专门按照规定的那个图纸修的，非常那个漂亮。按照这位老战士的说法，十九团包括康志忠在内五位团级干部被安葬在陵园的第一排。陵园背靠干水峰，中有六角形的纪念亭。康明紧紧抓住这些来之不易的线索，在地图上不懈地寻找。但是在就是北边，偏东，就是咱们手表一点的那个方向，找到一个疑似陵园的墓地。为什么我说它是疑似陵园墓地呢？这个地方就是说是它是好像明显的用石头和那个砌成一个长方形的一个方块，长方形，而且这个周围也长了很多那个灌木，一些树木，对吧？低矮的小树木，长度是44米，宽度是33米，它的方向是对着11点。完了，我把这个方向把这个地图缩小以后，它的方向是对着中国鸭绿江，就他们这个志愿军出过大仗的地方。在它这个正中央的北边的话，有一个明显的，我看就可以看出是流变形的一个白色的一个不清晰的一个地貌。也许我当时我就分析，它是可能是那个陵园亭子的一个地基。这会不会就是当年埋葬父亲的152墓地？隔海相望，朝鲜半岛既熟悉又陌生。康明知道，铁原郡接近38县，属于军事禁区。要想亲身前往寻找父亲的墓地，可能性微乎其微。望着卫星图，康明想到了去韩国的连川市，那里有一个瞭望台，正前方就是临津江，沿江水向北眺望，或许能看到父亲的牺牲地。我去我父亲墓去了这么多年，对吧？盼望着，假如我能看见我父亲的牺牲地，对我心里边也是一生中，也是个最大的安慰了吧。我找不到，我也没。下人康志忠当年为国家捐躯的地方。在平康郡的上甲里志愿军烈士陵园，有一位87岁的朝鲜人民军老战士，名叫金成浩。战争结束后，他自愿在这里为志愿军守墓，这一守就是60年。老人不懂中文，但却可以准确地念出墓碑上每一位志愿军烈士的名字。正好我照这个清晨的颜色，好，红的亮，红的。要三月六日，阳光中的江口，他们这个是啥？中国东西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这里面的这个事儿。上甘岭爆发了整个朝鲜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战役，43天的时间里。志愿军坚守在只有3.7平方公里的武胜山上甘岭阵地上，受到191万发炮弹、5000余枚炸弹的轰击。16辆坦克、上100枚大炮、6架飞机还是在天空中争夺，所以真的是最激烈的时候，烟柱冲天几十丈高啊！10几米外看不清人了。那松树这么粗的松树，炮弹就钻到松树上爆炸。我亲眼看到那松树炸断了以后，那像一个巨大的山一样掉了下来。有的松树
怕他钻进去爆炸，那连根拔起来，凶手到了。那好多同志这个时候就是尸骨无存啊。美国的军队和这个志愿军军队前后与前后。尸骨存，就是这么说，来不及埋。停战之后啊，这就整个的来了一个大巡剿，各部的都派人到前线去找尸体、找战友去。凡是找着的，都集中埋起来了。六十年流光，当初被炮火烧焦的阵地，如今已是绵绵青山。由于临近三八线，距离非军事区仅一步之遥。上甘岭一带不向公众开放，老兵们此次获得特许，才得以祭扫附近的两个陵园。这里葬着上甘岭战役和其后的金城反击战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在金城志愿军烈士陵园里，一位朝鲜人民军老战士默默等候在一旁，直到志愿军老兵们祭拜完毕，方才走上前来。谢谢。谢谢。向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烈士们敬礼。我们生前在一个战壕里战斗。团员里，身为烈士遗属的杨春果是第一次踏足朝鲜，他此行最大的渴望就是能够完成母亲临终的心愿，去看一看哥哥杨春增的墓。杨春果从小听着哥哥的故事长大，因为他的哥哥杨春增是获得朝鲜共和国英雄称号的十二位志愿军之一，他的英雄事迹被家乡父老广为传唱。那是1952年8月5日，在金城做手动战斗中，杨春增率领一个班坚守541号阵地，从佛晓激战至当天下午，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歼敌100余米，最后弹尽粮绝，杨春增又拿起手雷冲向敌人，壮烈牺牲。像黄继光的母亲一样，杨春增的母亲也受到了部队和政府极高的礼遇。家乡沙河还在市中心建起了一座杨春增烈士陵园，只是再高的荣耀也无法弥补失子的伤痛。杨春果明白，母亲一直念念不忘，想为爱子扫墓，让他的魂能够回家。从他心里讲，他跟我说，说我没有一刻不想你哥哥的，我一看到你了，我就想起来他怎么受罪了。走过来就跟我这个衣样本都搂着这个棉袄，我给他缝缝，这不就走了。母亲直到去世也未能圆梦，经过中朝双方的共同努力，参加此次访朝团的杨春果终于在金化郡的志愿军烈士陵园找到了哥哥的墓地。哥哟，我的哥哥哟，咱俩在这
着你，你叫恁老大，你受罪最苦。咱妈妈咱俩过了79岁，你侄儿咱俩帅，我谁也不建议你们都过得挺好。我就建议给大哥，给大哥受点受罪，又不在教。你有了机会了，给你去朝鲜，给他上包肚，弄咱家乡的肚，给他上上吃，叫他好个气儿，他受罪，咱就行。哎呦，哥，这点冤枉我们都受下了，我把你的肚给拿来了。要我脚下的土刷到你的背上，叫你妹妹在脚下妹妹在土嘞，土的下味。杨春国带来了一把家乡的泥土，一半撒向哥哥，一半撒向哥哥的战友们。这些60年前为国捐躯的烈士，终于等来了亲人的问候。你妹妹在脚下的土下味。是咱妈妈立住了医院，请过来。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烈士英名碑铭刻着有197653位战士牺牲在了抗美援朝的战场。当中国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时，近11万烈士永远留在了朝鲜的土地上。青山处处埋忠骨。寻访中，一位老战士说：“你们长眠在美丽的朝鲜土地上，永远也不能回家了。我们年事已高，可能再来看望你们的机会已经很少了。但是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后代，不会忘记你们。”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我们一起走过》，下期再见。